张栋梁24日出席公益活动，与爱盲人士一起做手工皂。他现场超级卖力，不过好像还是不及格哎。他很细心哦，对，因为这个要手很巧，然后有时候那个手很巧，你干嘛看张栋梁？哎，Hello， 是不是？栋梁哥的好胜心有点强啊，不过最近网友说你跟梁静茹合照，怎么看起来很疲惫，像素颜，这你怎么说？哦，是有人说疲累啊。好，我注意一下，那我今晚会好好的敷个面膜。有人说是不是素颜？对，我平时不工作一定是素颜的啊，不会，对，不工作就是素颜。好了，我今天回去用手工皂硬搓，看明天会好一点。到底是哪位网友坏坏？人家张栋梁的脸皮还是很绷的好吗？他也透露最近难得脚步比较慢，可以有空跟朋友聚聚。最近拍戏的状态有一点缓慢，所以很多都是大家本来想去探班，比如说静茹，但是刚好那天我没拍，然后就变成是饭局，所以也算有时间跟一些朋友叙叙旧。多休息是好事啦，才可以保持100分的帅度。Thank you.